是一个非常殊荣殊胜的一刻。那我们本大会的王理事长代表，哇，谢谢，感恩我们的昆山科大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大力的支持，再次感谢我们的昆山科大。紧接着是我们的开锣仪式。今天相信我们来参加颁奖的贵宾们都能以一份自在、欢喜而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这次的活动。接下来我们请再次恭请台南市文教协会理事长黄进之理事长来为我们活动进行开锣的仪式。我们恭请我们的黄理事长，也请我们的李申请就位。锣声一响，万世界为清平；锣声再响，化人心为良善；锣声三响，济世界为大同。我们再次全场的热烈掌声，感谢黄理事长为我们的颁奖典礼开锣。让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黄理事长。紧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刻，也就是我们的点榜时刻。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华的经典更是我们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智慧之果。有句话说，读经千遍，其义至现啊。今天现场所有的大小众人们，今天是你们最光荣的一刻了。自然古圣先贤的道理早早就烙印在你们的心中了。古人更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家平日的努力在今日完全的展现出来了。现在我们一样要恭请我们的点榜官为我们的甲组的点榜生点榜，恭请我们的黄理事长。那也请我们以下唱名道的众员们到台上来。甲组第一名发一崇德黄俊豪通过段数53段。我们掌声不断哦。哇，小小众人好厉害哦。第二名发一崇德严凯成通过段数45段。哇，我们就是掌声不断哎，看到都是小小状元们。第三名发一崇德黄若婷通过段数是36段。哇，掌声不断。哇，又是我们的小状元。接着我们两位并列第四名，分别是心意重信黄凯英以及发一崇德吴应慈，他们通过段数是35段。我掌声不断。接着第六名是心意中信许廷宇，他通过的段数是35段。我们鼓掌。接着是我们的第七名发一崇德吴小涵，他通过的段数是34段，鼓掌恭喜。第八名是我们的心意中信林立学，通过段数是33段。哇，我们现场掌声不断哦。接着有两位第十名，他们是发一崇德的李佑伟跟陈佑成，通过段数是32段。哇，恭喜两位。接着有四位的共并列第12名，分别是发一崇德吴信怀、发一崇德李品正、心意中信黄正祥、宝光玉商王元廷，通过段数是31段。哇，我们恭喜以上四位。第18名，心意中信许存泽，通过段数是30段。恭喜。第19名，宝光玉山洪子元，通过段数29段。我们恭喜。最后有两位并列第20名，分别是发一崇德陈玉桥以及心意刘怡珍，通过段数是27段。我们恭喜。以上是我们所有甲组的榜单，有没有看到都是台上的小状元们，我们的鼓掌大力一点哦。哇，以上是我们的
着我们邀请我们的一贯到我们总会的王宝中王前人为我们遗嘱的点榜，邀请我们的王前人。我们遗嘱的大状元们，第一名陈明友通过段数是26段。好，我们先恭喜我们的王前人，请先就位来为我们的遗嘱点榜。好，我们遗嘱第二名翁梅芬通过段数19段。第三名江冠佑通过段数15段。第四名林珊如通过段数14段。我们有四位并列第五名，分别是吴彩信、林家威、吴新农、林玉桥，通过段数是13段。我们掌声不断哦。最后有两位并列第十名，洪玉兰跟杨世民，他们通过段数是12段。哇，我们恭喜两位。以上是我们所有的遗嘱的点榜，是大状元，我们热烈的掌声恭贺他们。以上是我们所有哇非常棒的大小状元都站在我们的台上。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王前人，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前人为我们的点榜，让我们掌声不断好不好。在我们王前人的点榜，就是帮我们的这些大状元点下这殊胜的一刻。在台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小状元跟大状元，哇，从段数有到56段的耶，这么的厉害，而且是小状元哦。可见我们这读经的教育真的是要从小就要扎根啊。那我们来紧接着，哇，谢谢我们的王前人，我们谢谢小生，谢谢我们的王前人，请王前人请部位。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协助点榜的人员，光荣的时刻来临了。站在舞台上这所有的大小状元，哇，你们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你们平时的努力在今天都得到最佳的成果的展现了。紧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跟殊胜的戴冠仪式。戴冠仪式呢，相信我们现场所有的大状元跟小状元心情都非常的感恩与非常的期待。紧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贵宾来为我们台上的所有的大小状元进行戴冠仪式。首先我们要第一位邀请到我们的新意义和周茂年周前人，掌声欢迎。第二位我们邀请我们的发一崇德朱国超朱荣誉董事长，掌声欢迎朱董事长。第三位新意甄富礼理事长，要由我们的廖昭胜点传师作为代表，掌声欢迎。第四位我们邀请安东林慧珍点传师，我们掌声欢迎。紧接我们邀请宝光剑的林建强点传师，我们掌声欢迎。紧接着我们邀请宝光崇正朱世贵点传师，掌声欢迎点传师。紧接着邀请新义中信王雄博点传师，我们掌声欢迎。紧接着我们邀请关田区严能通区长，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区长。最后我们邀请昆山科大钟副校长，我们邀请我们的副校长。以上是我们的贵宾在这么的殊荣的时刻要为我们所有的大小状元带上了我们的戴冠仪式，请我们的礼生请就位。我们敬请我们的贵宾先往后转，向后转一下。那我们的贵宾面向我们的大小状元，那我们的礼生请就位，为我们的所有的贵宾递上我们的状元帽。好，我们所有大小会考的状元，我们今天以一份非常沉静的感恩的心，来，我们深深的一鞠躬，来接受我们的贵宾为我们的戴冠。我们现场掌声不断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哦，大
宾。好，请我们的贵宾，然后在我们的女生的引领之下，好，我们的贵宾呢，哇，今天真的是非常殊胜的一刻。那我们的贵宾呢，哇，一一的为我们这所有的大小状元为我们戴冠的仪式。在这么光荣的时刻，我们的大小状元会考，哇，大小状元们，相信你们心中一定非常的激动，这是你们平时的努力，这是值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刻。优秀优秀。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与会的嘉宾，我们掌声不断好不好？要得到这状元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耶，你看要通过这么多的段数。我们用热烈掌声再来恭喜我们台上的甲组的小状元跟乙组的大状元们。好，我们的贵宾，哇，在这么值得纪念的一刻，那我们进行我们的贵宾要进行我们的拍照仪式。那烦请我们的第一排的小状元往前一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刻，我们的引导人员会协助。哇，这从小扎根得到这状元呢，一定要在这拍照合影留念，让他知道说，哇，我们从小扎根，以后甚至可以代代相传，读经更是不分老中青少。那进行我们的贵宾往前再站一步，好，我们后面的大小状元再往前站一步。哇，我们真的非常恭喜我们在台上这所有的，哇，将近有30位的大小状元们哦。那我们的小状元请到前面来。这么殊胜的一刻，不要挡住哦，历史的镜头，大家赶快哦，还有我们所有今天这么的棒，一起来护持我们的贵宾们。看着他们今天头上戴的这个状元帽，可见他们平时真的是非常的扎根用心的读经啊。好，那我们这个特别的时刻呢，把我们的口罩稍微拿下来一下，这是值得纪念非常重要殊胜的一刻，我们把我们的口罩先拿下来。来，我们先把我们所有的口罩都拿下来拍照纪念一下。好，看着我们的摄影大哥，那我们现场贵宾是不是来点掌声呢？请看我们中间的摄影大哥。好，我们掌声不断，非常感谢。哇，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以上所有29位的大小状元。那我们大小状元先请往我们的舞台的右边先移动。那我们的贵宾，那依序由我们的引导人员请回座。紧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全体状元戴冠的仪式，我们请活动组准备。现场的所有的大小状元不用紧张哦，还没有准备哦，看到这台上在戴冠，心里一定非常的激动，对不对？哇，等一下呢，我们一起集体来戴冠，这么殊胜的荣耀的时刻，我们要一起集体戴冠，所以我们可爱的小状元们先不要戴上去哦。我们拿到帽子的状元们请先拿在手上，等一下我们会统一一起大家一起戴。对，那请我们的旁边的我们的指导人员先协助一下。哇，我们可以抬头看看我们四周，上面全部都是我们的所有今年参与的所有的状元们嘞。好，这是一个值得荣耀跟光荣的一刻。相信我们在现场的所有上面的，我们来手拿着我们的状元帽好不好？来，我们手高高的拿起这非常殊胜的状元帽哦，这在古代啊，可是只有状元才可以戴哦。好，我们一起手举状元帽哦，听我们示意这边的口令哦。
好，我们诸位要全体状元请起立。来，我们全部起立，我们一楼的状元起立之后，麻烦把椅背往后靠，然后我们记得把我们的状元帽拿在手上，先不要往头上戴哦。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赶快戴冠。好，我们就一起非常整齐划一的，我们准备来手持状元帽，戴冠。我们就要进行游看跟状元桥，以及举行我们的进口仪式。好，我们请状元们先请就坐。那也烦请我们所有的大小状元啊，把我们这个状元帽要戴正哦。我们常说金梳端正，这状元帽也要戴正，就如同人品要端端正正一般。等一下，我们是外面的游看活动的仪式，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加入了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希望可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程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参与，好好体会一下主办单位的用心。请问现场我们将近2000位的我们所有要准备游看的人，你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哇，好像就听到声音哎，请问大家准备好了吗？啊，非常的棒！那准备好了，我们就大家请起立。我们把我们的服装仪容整理好，状元帽请戴端正。我们请贵宾先稍坐一下，待队伍集合好之后，再邀请贵宾跟着队伍一起前进。待会儿。我们要跟着老师，跟着我们的引导人员，我们要有纪律，我们要安静的前进，因为我们先等一下的队伍会分成两队，我们它的依序是引战人员、贵宾、教师团、大状元，最后是我们十段以上的小状元跟家长。那司仪这边呢，特别提醒啊，我们在台上的这些状元们啊，因为楼梯比较陡，所以呢，你们的脚步要小心一点。那我们的状元帽戴正，也陪同我们的领战人员一起慢慢的往前出口迈进。我们一楼的队。我们请贵宾起立。好，我们请贵宾披带。好，由我们的这边来